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香港花王专业法郎业务教育部的 Jordan， 欢迎来到我们香港区的教育中心。我带大家参观一下我们的场地啦。场地当中呢，我们分为两个最主要的区域，而我身旁的区域呢，就是平时我们做开 seminar 表演的场地。发布会的表演场地的地方可以容纳到60人，窗外亦可以望到维港两岸的风景，好像置身空中舞台一样。场地亦摆放了花王专业发廊业务旗下多个品牌的产品，可以给到客人一个即时的体验。而另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 Academy， 当中的设备会跟 Salon 的环境一模一样，令到在教育过程学员有一个真实的体验。而 Ronnie 咧，亦係我哋教育部嘅另一位同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Ronnie 嘅。除咗教育部嘅日常工作之外咧，我哋都會做好多後期嘅準備功夫喎。今日我哋邀請咗三位香港區教育大使團隊嘅成員。阿樂、阿 Sean 同埋 Tasha， 透過色彩、線條、紋理同埋造型，演繹出代表香港截然不同嘅一面，充滿城市中有霓虹色彩，呈現獨特嘅感覺同埋美學。香港係中西文化交接嘅國際都市，所以今次喺創作嘅概念上，會用香港標誌之一嘅幻彩永香港嘅夜空色調。嚟配合幻彩效果嘅顏色，可以凸顯中意獨特個性形象嘅客人。香港生活節奏急速，大家日常都好忙於工作，但又唔能夠忽略夜間嘅應酬同埋朋友嘅聚會。要喺短時間內改變造型嚟配合環境嘅需要，就必須適當使用造型產品來加強個性嘅表現。香港是一个繁华的都市，而大都会的女性都需要方便、快捷和多变的造型，所以今次我用了韩式电发来加强自然的蓬松感，方便客人在家更容易打理。而在颜色方面，我就用了 Leewans 的无感日系颜色来突出发型的层次感。整个电发过程是需要先处理好发根的蓬松度，再加上60至80度的低温处理。重点是上电发芯之前要加入Hydrator保护头发。
D 碌，我想表达一个柔软自然的曲法造型，先要加入修护精华做打底，然后分开两个 session， 用手卷成卷状，再吹干。为了方便日同夜的造型转换，我首先在头发的顶部开出一个分区来做漂染，用 Illumin Pay 和 Cartoon 纹理做出渐变的效果。香港的夜景是最有特色和非常迷人的，有五光十色的霓虹灯饰，同埋有好多建築地標嘅外觀投影嘅燈光效果，所以我將呢種豐富嘅色彩加入我嘅設計裏面。我用咗藍、綠、黃嘅顏色做主調，用咗 banding 嘅技術，再細緻咁將一層層顏色融合，演变成维港夜景的感官。在低碌表面看来是一个普通简单的直发，我首先用了修护精华来打底，再用热发夹拖直发丝，令到头发有顺直贴服效果，最后加入油光感的造型产品，带出了东方女性美。在发型方面，这个公主切是来自日本皇室文化，运用新的演绎手法，能凸显五官，营造精致、古典而又神秘的感觉。
顏色方面，我先用 Carolus 預先染了一個底色來營造立體的效果。今次顏色的設計在配搭上選了 Illumin 和 Illumin Play 的粉色系列，有藍、綠、黃、橙紅、紫和灰。用疊染的方式將每片同時融合兩種的顏色，柔和地製造出幻彩效果，分別在頭頂前區和後頸兩側呈現。而底色用了 Currents 的金屬灰創造夜空色調，將顏色做到完美融合，呈現出幻彩永香江的色彩。而 Light Look 方面，因為想要塑造一個立體感，所以都是先加修護精華做打底，再用手撥每個分區的頭髮，然後用髮夾固定位置，之後再用風罩控乾頭髮，拆卷之後再用大齒梳將頭髮梳散就完成。而今次我示范的 Day and Night 两个造型的原因是 Day Look 是比较适合日常生活，简单、自然和容易打理，而 Light Look 呢，只需要稍微将 Day Look 再细致修改一下，就可以将造型变得更加有女人味。
拉 look 方面，首先用熱髮鏡在頭髮的尾部夾出隨意的波浪紋，然後用風筒將頭髮吹去後面，做出貼服效果。同時將隱藏了的顏色髮片分區再特別處理，然後在髮根的部分用噴髮膠做定型，同時突顯出光滑感覺。要突顯個性，我用了銀色的髮夾，概念是想將香港建築特色融入髮型裏面。最後用鹽粉在髮尾打造出雅致蓬鬆感覺。多謝曬今日三位 artist 同我哋嘅分享，希望大家都中意啦，拜拜。